北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，全国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文化、教育中心，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。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，北京作为中国的古都，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，具有无以伦比的辉煌，在国际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。今日的北京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，对外开放的旅游景点达200多处，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宫紫禁城、祭天神庙天坛、皇家花园北海、皇家园林颐和园、八达岭长城，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四合院恭王府等。数千年的岁月沉积，北京这座文化历史名城有着太多的古迹典故，透过我们的镜头，将向您一展皇城根下的故事和名胜古迹。